我是刚刚的车长呢，2010年5月3号，他被警员送往新店县南京步行站，7:03，受拍者是。开啊，新店的，刚才就刚刚是9:00，关闭车门。有C37型直三系列，336、335编组应该是，3034哦，谢哥啊，那下面跟班长们都是电门打去看，感谢各位支持，就那宝贝。